来到了任务地点。在这里，通过人工智能看到了这个小村庄里面的大壮和这里的村民。没想到中情局的官员让他们杀掉这里的所有人，包括村民，并且让酷炫哥拿着枪在后面顶着。没办法，不照做，小命不保。他们下达了指令，人工智能开始无情地屠杀村子里的所有人。当机器要对一个大娘动手的时候，在幕后看到一切的眼镜和大美丽开始坐不住了，让人工智能下线了。两人与酷炫哥起了冲突，胖子看到情况危急，又重新让机器上线。机器一上线又开始执行屠杀任务，大壮和他们的小弟奋起反击，可是没用，后面小弟们都领了盒饭。现在整个村子就剩下躲在小翠家瑟瑟发抖的医生们。就当大壮也快领盒饭的时候，男主跑出去救了大壮。两人在避开了机器后就回到小翠家里。正当几人在观察周围的情况的时候，被机器发现，慌忙跑路。在逃跑途中，幕后的中情局官员和三名程序员发现了几人身份，也证实了男主是一名逃兵。这下官员也变换了目标，男主成了第一目标，其他人全部都成了被追杀的对象。面对三个人工智能的追杀下，几人走散了，而且男主成了首要目标。男主崩溃了，大吼发泄之后又带着情人逃命。没办法，再苦还是要逃，生活也是一样，再难还是要面对。逃跑中的男主和翠花碰到了也在逃命的医生三人，其他人都走散了。黑妹正在被一个人工智能追杀，在逃跑途中被打中一枪，受伤后的黑妹第一个领了盒饭，随后亚乔小哥也领了盒饭。另一边，四号人工智能来到激战过后的村庄，拿起了医生们丢下的平板电脑，通过无线网和平板连接，然后学习了上面的所有知识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村民拿着枪就冲了进来，结果不出所料，村民被杀。然后四号从手臂里放出一把匕首，他要干嘛呢？关注我，下集更精彩。